发出道至今演出过许多影视作品，深受不少粉丝喜爱。近年来他鲜少出现在荧光幕前，相当低调。不过近日就有网友幸运捕捉到他的身影，网友透露自己因为没有事先订好饭店，正在四处闲晃，没想到就在早上7点巧遇到路上晨跑的周润发，而他上前询问是否能合照，周润发也亲切回答可以呀、啊，来把手机给我，还自己拿起手机亲自掌镜，完全毫无巨星架子，让众人大赞不已。不过从照片中来看，周润发似乎气色不太好，脸色有些发白，还略显疲态，也引起众多粉丝关心。Bye.